真的告白，粉饰我全部的爱。你就是我的女孩，你是心里小可爱，你就是我的期待 ，Forever on my mind。你是可爱的 pretty girl。我只想牵着你的手，抱歉情歌写太多首，歌词想破了头都无法来形容。Hey girl， 我的话不荒谬，带你开心就足够。我只想对你说一句 I love you so， 发射爱心 biu biu biu。你就是我的女孩，你是世界最可爱，给你最真的告白，发射我全部的爱。你就是我的女孩，你是心里小可爱。这是我的期待 ，Forever on my mind。我喜欢的你看，我是迷人傻笑。我喜欢的你还就是想要嘴角。我喜欢的你快给我你的拥抱。我喜欢那个你，因为是你，怎么都可以。男神，你能不能不赶我走啊？我二舅他最近因为三舅的事情特别心烦，每天都喝酒，一喝酒了他就打我，我好怕呀。睡客房，别吵到我。遵命，男神，你放心，我明天就走，绝对不多打扰你。游戏新品相识发布会圆满举行，这是你作为 Final 国内产品全线代言人的第三年，请问你有什么想法呢？首先感谢 Final 品牌的肯定，以及我的粉丝给我的鼓励和支持。那请问游戏，你对于你参演的三分天下涉嫌篡改历史而导致停拍有什么解释呢？关于篡改历史的问题，希望大家给我和我的剧组一些时间去还原真相。今天是 Final 品牌的发布会，希望大家多问一些关于 Final 品牌的问题，谢谢。那请问游戏，你会怎么评价这款香水呢？对我而言，它就像是雨后的森林，香草伴随着泥土的芬芳，还有一些神秘的气质。那你会购买这款香水吗？有什么原因呢？好了，各位，那么今天发布会记者提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支持 Final， 支持游戏，我们先离场了，谢谢。对呀，怎么样？加两笔。在干嘛呀？关你什么事？就是的，是我先提问的，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这是小学生都懂的逻辑。真是丑人多作怪。丑？你们说尤老师长得丑？对，我就是说他长得丑。怎么了？一直要他干嘛呢？他，你们给我好好看看，这高鼻梁、气宇轩昂、这大眼睛、剑眉星眸，若说尤老师长得丑，定是滑天下之大稽。更何况，我们尤老师不仅外在美，心灵更美，对粉丝温柔体贴，对工作人员善解人意，对朋友义薄云天，对工作更是兢兢业业。试问，这样一个内外兼修的完美偶像，你们怎么下得去手丑化他？他就是丑，就是长得丑。游戏在哪里？哎呦呦，游戏赶紧走，瑶瑶他能搞定的。姐妹，好样的！你也是游戏粉丝吧？赶
喊你呢，加入我们官方粉丝群。什么群？游戏的粉丝群呢？赶紧的。哦。好了，进了，群里联系。走吧，我们撤吧。这高鼻梁，气宇轩昂，这大眼睛，剑眉星眸，若说尤老师长得丑，定是滑天下之大稽。更何况我们尤老师不仅外在美，心灵更美，对粉丝温柔体贴，对工作人员善解人意，对朋友义薄云天，对工作更是兢兢业业。试问这样一个内外兼修的完美偶像，你们怎么下得去手丑化他？因为我比较喜欢你，不喜欢他。为了你，我会用尽全力的。尤老师，尤老师，你千万不要想不开，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陪在你身边。小木头，在家吗？小木头，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男神，我二舅没接电话，三舅也没接电话，没有人来接我了。看来今天晚上我是走不了了。打车。行不行，一个人女孩子很危险的，你不知道，我前两天看那个新闻里面说，好像是我送你回去。不行，男神，你不能开车。为什么？因为你吃了我点的啤酒鸭，酒驾是违法的。男神，你其实是不是也不想让我走？哎，男神，你要去哪儿啊？报警，让警察送你回去。不行，我一回去我二舅就打我，他一喝酒打我，好可怕，好可怕。又来这套。秦霜，手脚还挺快呀，看到我在群里发的了。三舅，我要跟你汇报，我和我男神有了飞一般的进展。哇哦，说来听听。昨天晚上我在我男神家睡的，他不仅没有赶我走，而且还吃了我点的外卖，喝了我给他倒的茶，亲手用了我给他递的毛巾。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你就这么点进展？还好意思跟我说，哼！我告诉你，我昨天跟小木头可是……哎，三舅，我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儿。喂！别挂呀，我话没说完呢。男神，你放心，一会儿要有什么事儿，你就往我身后躲。是谈判，不是约架。吵架？吵架我更不在行了呀。一会儿别乱说话。知道。知道。知道了。喝吧。大致宣传，具体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喂，游戏，刘大壮，我在忙呢，一会儿再给你回电话啊。快，快了，快了。喂！该死的，朱大壮敢挂我电话！喂，爸，
妈，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们宣布。哎，我，你儿子要吧？你儿子你贱啊！哎呦，搞得好像不是你儿子一样。快点，快点。他给你打电话，又不是打给我。我去。嗯。那谁都别接。哼。我是你们亲生的吗？于老师，你在干嘛？我在发微博。发微博？发什么呀？我帮你发。我要告诉所有人，我谈恋爱了。什么？愣着干嘛？赶紧的。不行。为什么不行？公司艺人准则上说了，合约进行期间，艺人不可以公布恋情。谈恋爱都不能炫耀，我也太惨了。既然我爸妈不理我，我找你爸去。我爸？帖子上说，在合肥之战中，张辽以800余人战胜了比自己军队多出100多倍的吴军，这怎么可能呢？哎呀，这800余人只是敢死队的数量。张辽就是先用了这800士兵，趁着吴军懈怠之际突然出击，挫了东吴的锐气，而后来实际交战的兵力应该是7000。即使张辽有7000人，可是他面对的是东吴大军，这无异于螳臂当车，又怎么谈得上是大败吴军呢？因为骄兵必败，东吴仗着自己人多，疏于防备，才被张辽率军追击，打了个猝不及防。其实这些啊，在史书上都是有记载的，只是提及较少，不仔细留意，难以发现，自然会被人拿来做文章。还有啊，李教授，闭嘴！闭嘴！我跟你说，做学问这件事情，必须要细致入微，从一点一滴之中发现端倪，钻研下去，紧咬不放。不能马马虎虎的。嗯。嗯哼。你就是王朝男人？艺名霸气吧。今天约你出来的目的，你应该很清楚吧？清楚得很。我告诉你，抄袭就是抄袭，别妄想收买我。别以为你是明星，我就怕你。你说什么呢？谁抄袭？抄不抄袭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只要你说清楚，为什么这次的音乐风格和之前的截然不同。老子要转型，不行吗？你什么型转那么大？你从地中海转到太平洋了，肚子太大，小心扯到蛋。这首音乐作品中，运用了一种很冷僻的民族调式，而这种调式出自于芬兰一位很小众的编曲家卢米让去年冬季的作品。知道这种调式的音乐人并不懂。怎么，别以为就只有你见多识广。我在芬兰留学的时候师从过这位大师，我们关系好着。哦，不好意思啊，记错了，芬兰没有这位作曲家，我胡诌的。你希望你做好准备，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到时候我不会放过你。哎，你还威胁我是不是？不是威胁，是警告。前两天编剧啊，改剧本遇到瓶颈期，心情苦闷，借酒消愁。有人称他喝多了不注意，就把剧本给拷走了。哎呦，具体是谁不得而知。尤西啊。尤西，
我有女朋友了。什么？我说，我有女朋友了。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才当了你的经纪人啊？这每天心脏都要接受暴击，我干脆直接住心外科得了。谈个恋爱，至于吗？谈个恋爱嘛，至于？你也不刷刷微博啊？你看看人家宋姐哥，现在人家信息要杀青了，这个宣传做的可是热火朝天的。你再看看你自己啊，你都被已经黑到热搜第一名了，你知道吗你？于老师，黑上热搜不是很正常吗？齐超老师也上热搜了。齐超抄袭，私下和谈不成，威胁当事人。原创这条路真的很艰难，但是我绝对不会像恶心力低头，我会坚持自己的初心。怎么太欺负人了？这个抄袭犯怎么还倒打一耙，一转头就上微博卖惨啊？哗众取宠，不用理会。可是雁过留痕。他不承认，咱们就自己查，到底是谁泄露的 demo， 看他到时候怎么提来。发微博，听超哥，不许发，你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咱们这个时候还是低调点吧。小木头，你怎么看？我觉得现在情势紧张，收敛锋芒，不露龟脚，确实对我们比较有利。但是，尤老师和齐超老师乃是莫逆之交，为朋友两肋插刀，才乃真君子所为。如果在这个时候，为了自保，置身事外，算什么英雄好汉？刘老师，微博文案我都帮你编辑好了。不愧是我女朋友。发。超哥，实在是不行，我们做不到啊，真的太难了。三天，不能再多了。我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难查的。我不想听。如果连这件事都做不到，我觉得我有必要换个纪律。男神，外卖来了，我点。你想吓死你二舅不成啊？潘多多同学，
你也知道回来了。二舅，哎，人家不是想你了吗？二舅，你饿不饿？累不累？忙不忙？最近，要不我给你做点特别服务？别啊！你这么热情啊，说吧，有什么企图？二舅，难道在你的心里，你的外甥女就是这种人吗？要不然呢？完全 OK 的，这外甥女儿没白疼。二舅，既然我今天这么听话，你是不是得奖励我一下？看中哪个包了，二舅给你买单。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二舅，你挣钱那么辛苦，我怎么舍得花你挣的钱呢？其实，我就是……你先打住，我告诉你啊。你二舅不是什么月老，也不是什么丘比特的，让你男神爱上你这件事情，我办不到。不是这个忙，我让你帮的忙呢，其实特别简单，以二舅你的能力，轻轻松松就可以办到。就是，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到底是谁把我男神的戴梦泄露了。什么？我就知道没好事儿，不按了，不按了。哎，那这些啊，全都给我拿走啊！我跟你说啊。你三舅的事儿啊，就让我够心烦的了。我哪有时间帮你去查你这档破事儿啊？二舅，你这样我就给我妈打电话了，说你泡了我放的洗澡水，吃了我给你做的糕点，然后还享受我给你按摩，你耍赖。多多啊，作为你二舅，我当然希望你找到好归宿了。嗯，但是我实话告诉你啊，你跟齐少完全不可能的呀。本来以为你小孩子心性，闹着闹着就没事儿了，没想到越闹越起劲儿了。哎，不是。不可能，凭什么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了？我很差吗？二舅，你是我亲舅舅，哪有你这么对外甥女的？我这要跟我妈告状去。别叨叨了，我这就给你去查。哎，二舅，我为什么和我男神不可能啊？刘老师，嗯，你发微博挺齐超老师之后，粉丝都在说你。我知道，说我讲义气，够意思。哼，说你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助长抄袭之风。什么？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反正等这件事查清楚之后，我要让他们挨个给我道歉。多多好，姐姐好。太 low 了，我这个 pose 才好看。二舅。工作辛苦了，来点下午茶吧。啊，行了行了啊，别献殷勤。你男神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了，这问题啊出在你男神的编曲身上。半个月前，有人在他账户上打了一大笔钱。肯定是沈一凌和宋且庚两个坏蛋吧？天天的净不干好事儿。沈大芝，这名谁啊？太土了吧！沈依林本名。哼，沈依林，我就知道是他。
你个坏女人，是不是你买通编曲陷害我男神？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还狡辩是吧？你出去。是要怎么样？你有证据吗？汇款记录。小妹妹，能不能不要这么天真？我可以说是从编曲手里买了首歌，这钱是给他的版权费，有问题吗？你跟我斗还嫩了点儿，你没想到吧？你刚才说的话呢，我全都录下来了，跟电视剧里学的。那电视剧里有没有教过你录音之前要按开时间呢？没关系，你现在录也可以。潘朵，真的不是我干的，你为什么要冤枉我呢？哼！你干嘛？我拍你丑照呀！回去我就跟粉丝报告你的真面目。哎，两位大哥。商量一下，我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不要把我扔出去好不好？哎，轻一点，别扔。该死的沈艺玲，我又帮你丑照。还好没人看见。嗨，门神。很丢人呀。是，其实那是个意外，我平时真的不这样。你一个人去不怕？怕什么？男生，你是不是担心我呀？不怕打扫精神。该死的沈依琳，害我在你面前丢脸，我就帮他丑照。男神，你看这条视频能证明《三分天下》主题曲是你原创的。醒来看着天空，还是无动于衷，怎么思考都没用。终于有点。朵朵，你什么时候拍的这条视频啊？上次三舅带我来男生家里打麻将的时候拍的。当时我说要走，有人婆婆妈妈愣是不走，我还以为干嘛呢，那留下来偷拍啊。你个偷窥狂，别说你认识我。三舅，你别诬陷我呀，我那时候是真内急留下来上厕所的。再说了，要不是我拍了这个视频，那怎么能证明我男神创作这个曲子的时间比那个什么什么王朝男人要早啊？我可是大功臣，不能这么对待功臣，是吧？之前还有人说我助长抄袭之风，还是我跟超哥狼。狼狼狈为奸，管他谁被围巾，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人给我道歉。没有的话你就给我圈他们，死命圈。尤老师，你的粉丝都在夸你，说你重情重义，肝胆相照，果然没有粉错人。说娱乐圈三观最正，完美偶像舍你其谁，还说说什么？说你跟齐超老师才是真爱。
难怪齐超老师多年未婚。不可能。阿然，你为什么不否认呀？该不会你真的对我三舅？行了，天色不早了，你们先回去吧。哦。啊，对对对，不早了，回去吧，常来啊。记得把你外甥女带走，让他二舅好好关着。哼。不要啊，男神。这个潘朵，我跟他没完。被一个小丫头骗子牵着鼻子走，这可不是你的风格。现在视频一发，齐超抄袭的嫌疑就这么洗清了。宋大男生，你搞搞清楚，现在被牵着鼻子走的是咱们俩。这个齐超从来都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游戏。那你最好保证接下来不会再出什么意外。为什么车后面有位置？你要跟朵朵说坐不下呀？我们的二人世界怎么能让他一个电灯泡来搞破坏？再说了，我是给他和超哥创造机会，他感激我还来不及呢。到了，别装了。男神，那我走了。哎呀，这个安全带它好像坏了，打不开。男神，那下次你在写歌的时候也可以叫我帮你录，以备不时之需嘛。那我走了。好。真的，男神。那我们就这么约定好了，到时候我带上全套的摄影装备去你家，还有我的睡衣、睡裤、牙膏、牙刷和毛绒小兔子。男神，拜拜。Thank you.
Thank you.